Hello，Hello，好像一个人都还没有。我们今天是对啊，有人，你已经有人进来看是不是？啊，こんにちは。我们现在一个人把这关起来。直播在 Instagram 直播，还有Bob 的 account 是 Facebook 的直播，两边都有。然后今天是因为台湾朋友的关系，我要讲中文为主，但是如果你们用日文问问题都可以了。日本語でも大丈夫です。もし何かの日本語で質問がありましたら、ぜひぜひ。はい。ゆっくりと食べながら送るダラダラライブ。那个信可能可以，因为我这边看不到留言，可能请你这边帮我找看一下。对。大家听得到吗？我的声音，因为我想今天想要介绍给大家我们的菜。因为今天是我们的餐厅来直播了，对，所以这么宽，然后跟你们有一点有距离了，听得到声音吗？我们等下是吃什么什么类型的东西呢？今天因为我们是养生火锅，蘑菇火锅，蘑菇火锅，哇哦！对，我现在在东京里面有四家，然后大阪有一家。然后我们的菜的特色就是，黑汤。黑的汤。完全纯的蘑菇来熬出来的。哇。黑汤。然后这个汤的味道非常美味，想要让你体验一下。非常非常期待，我直播还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，真的是，真的太感谢你了，真的是。那就用这种黑的汤，就是对。就是对身体哪一部分比较好的，就是吃蘑菇的话。现在就是必须一定需要的是免疫力。免疫力。因为这么疫情这么情况，我们要生活的话，还是自己的免疫力是最重要。那很多食物里面最免疫力最大的就是蘑菇。蘑菇免疫力最好。对。今天呢，你可能从来没有吃过的很多种的蘑菇可以吃的。哇，太好！我通常都是吃那个四盘里面的蘑菇嘛，对，四盘里面蘑菇就那几种。四盘里面的蘑菇，日本应该三四种平时可以买得到，但是我们今天好几种，八种还是十种？我想到都就是肚子都饿了，今天就让我的免疫力增强给大家看吧。而且呢，对美容皮肤也非常好，因为我们客人其实，80%都是女生，而且非常美丽的女生。OK， 真的我很佩服大家，我觉得美容非常重要的，重要的一些女生多。对，就是美容不只要从外面做起，从吃的方面也要做起，对。从里面的美是最重要的，对。所以，现在很多女生喜欢来我们的餐厅吃。Okay. 那我们今天是一边吃我们的菜，一边聊天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是两个的 live 都有，所以我们有从就是我这边东京走桥的 Facebook 的 live， 然后我们也从小平优美优美上他这边的 Instagram 的 live， 我们两边一起进行，所以我们的眼睛可能会晃来晃去，对。然后我另外这边的眼睛是看那个直播的直播的问题，这样子。问题。对，然后就有那个灰七力说：“小林持续学中文，说的好棒棒。”没有，真的有对不？其实我真的这十年就在日本为主，然后我的中文是在台湾学的，在工作上学一些中文。那这十年真的没有好好说话。我觉得已经比我日文好多了。今天。我你的中文已经比我日文，我在日本住了十年，然后我的你的日本也不错了。没有，我说话都你大概听得懂。我都猜的，你猜的，对，那福音差不多，用那个气氛去猜。我也是啦。对，猜很重要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的用餐的方式是怎么样的？就我看我们现在桌上都还没有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这个卫生方面非常注意嘛。那我们是一人一锅。对。对，所以不会太在意那个别人的那个
筷子啊、哦哦，对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？总是会有一点，而且对对对，自己想吃的 timing， 自己拿回来吃，哦、这样子也是很自。的确，的确，对，因为像有时候自己想要加肉下去，但像我跟我女朋友吃火锅的时候，她会喜欢把所有东西加进去，对对，那我喜欢就是一个一个加进去这样子，所以有时候就会吵架。有人有这种很固执的人，特别觉得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为什么现在放肉啊？为什么现在这个、啊、放一次就啊，台なし。对，我的女朋友现在就在后面，她就在听这样子，对，她听今天可能又有架要吵的，要吵架了，对，对，不要这么吵架了，对对对。我们就是一人一锅，然后一人份是一个套餐，然后一个来，所以我们在实际上在吃的时候，就会慢慢慢慢介绍这些吃的东西的内容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，哇，每个人都是说，就是你的声音很温柔，对，我的声音非常非常，会不会太小了？因为我的声音有点说话的时候有点小。我是觉得还好啦，这个空间。質問が来ているので、ちょっと見えない。太遠了。そうだよね。他说小林有美耶，懐かしい。懐かしいよね。我好想念台湾朋友们。对啊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差不多两年多没有去了。对。最后一次好像是我朋友李九哲。啊，李九哲。OK。在东京的小巨蛋开演唱会，对，我去看了。好、哦，我们的之后就没有，之后就没有去。我也是啊，来了，第一份菜来了。嗨，林善良说做好防疫安全，加油！第一加油！东京日本介绍影片好棒，好用心，好吃好玩，好喜欢，帅哥美女画面都好好看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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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嬉しいな。好，那就是我们刚刚进来的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所以他就把我们第一份就看，哇，这个好酷、哦，这个锅子，对。这个我们日本女生最爱的锅子，然后好像是这个夏天8月ぐらいから発売始まります。そうですね。8月9月ぐらい、はい、発売目指してますので、皆さん楽しみにしててください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火锅吗？对，我们的火锅。都听到一点点声音呢，在里面。这里面有 rainbow oil， 你们去 camp 的时候煮饭的用的那种。就是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可以，我们一套 course 吃完完成的时候，就它的火没、哦，就是差不多两个半钟头都可以。那也还蛮方便，因为我常常去外面吃，就是他们的一直要换里面那个东西，是有时有点麻烦，所以这个的话就可以一直保持，就是它的锅子很热，对不对？原来如此。哎呦，我们有一个叫做 Michelle。Michelle Lee， 他说：“你怎么保持你的美丽跟优雅？”我可能喜欢运动，运动，运动是很重要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吃东西，吃东西 ，OK。包括像我在外面吃的也是要，一定要看看内容，不要吃太多糖分，对，盐分，对，盐巴，对。然后希望不要太科学的东西，就自然一点的东西，就不要吃太这什么台湾化学或加工吧，对对对，添加什么很多东西的那些，我就尽量不要吃。那运动上你会做什么样的运动呢？我最近很迷上高跟鞋舞。高跟鞋舞。我以前在台湾工作上节目。的时候，我有经验国标舞，国标舞 ，OK。那时候有一点经验，这个穿高跟鞋跳舞的。那后来就我有遇到很好的老师，对，我这半年啊，差不多一年了，学了一年，对，高跟鞋舞。啊，以前我生了小孩，我又有两个小孩，对对 对。生了小孩之后，真的没有办法穿高跟鞋，我的身体没办法了。OK， 因为一直穿皮鞋，因为带小孩危险嘛。对。那后来穿不下了。那现在开始这个运动之后，我就可以了，可以穿了。高跟鞋，买东西什么都没问题。是穿那种多高的高跟鞋啊？九公分，然后这样跳。对对对对。我应该跳一秒钟就搬了吧？哇，这很厉害耶，这个。所以是训练身体的哪一个部分？
inner muscle，、oh, inner muscle. 就是腹部。OK OK OK。因为腹部没有练好的时候，非常不稳。嗯嗯，没有办法跳。哦、okay.。跳得好看。嗯。男生有。男生，台湾的课。高高的鞋子。台湾的课接受男生，但是好像日本的很多课，为什么不知道？男生没有办法参加的。可能不好意思啊，我看个男生能跳，也是蛮奇怪的。但是很多男生都跳得很好的老师。啊、的确、嗯。台湾也有一间有一个老师跟小 S 一起跳的，啊、那个老师也很好的高跟鞋舞老师。哦、嗯，我名字有一点不清楚，但是他。也是男生， okay, 嗯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会摔死。哦，对，平常也不穿高跟鞋，对不对？穿高跟鞋，很好的运动嘞，腹部腹肌很重要、啊。嗯，有酸手摸，嗯，阿达摸，两个都摸得见。嗯，所以就是说，要吃好的东西，做好运动，基本上就可以保持美丽。大家听到了吗？还我可以用这个熏一下，是不是也会让脸更漂亮的？闻到甜口的蘑菇香，对，超棒的，超棒的，嗯、对对对。那我们来看看哈。有人说餐具好高级，对，就是餐具、啊、就这个嘛，对对。啊，对对，这个锅子是我们的特色，对 对, 对，在我们在北京做的，啊、定做的，哇哦，对，真的很漂亮。这个日本也买不到，嗯，而且这个这边不知道有没有，但这边有写，就是这家店的那个香格里拉，对，我们的 logo 香格里拉这个名字，嗯，对对对。然后有人说就是哦，体干很重要啦，就身体的那个，错错，体干呢，体干，めっちゃ大事です。嗯、那么的我，嗯，我就努力了。现在每一天 plank， 你知道 plank 吗？哦，就是那个、嗯、对，棒式运动，前面、棒式运动、侧面都要的。哦、嗯、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这我真的要学一点。对，我年纪已经慢慢变大了，对啊。对呀、啊。哇，很好。我们现在这个汤已经展开了，这样子。然后刚刚就是小林优美讲说，里面是黑汤嘛，嗯、所以就可以看出颜色这样子。对，就是。只有蘑菇十几种的蘑菇熬出来的，八个小时熬出来的，八个小时熬出来的。嗯，本当にね、これは日本人喜欢高汤。嗯、那这个文化、嗯，日本文化的高汤，很多日本人喜欢的味道。嗯嗯嗯。所以可能是在日本很多女生接受这个、哦、这个口味了。它里面好像除了那个蘑菇以外，还加了不少其他的，像中药一样的东西。对对对 对, 对，像中药，但是你喝喝看、嗯，这个完全没有什么中药味。哦，真的，只是真的很好喝。对，因为像台湾人其实还蛮习惯中药的味，但是对某些日本人来说，他们闻到中药其实会不是说很习惯。那所以这个应该对日本人来说也是算就是味道好闻，然后接受度也会比较高、嗯。对对对对。哦，而且。来喽！来了来了！看这个蘑菇，对，哇！这个是何種類になりますかね？十種類。十種類，十種蘑菇。十種蘑菇，我看過只有一兩種而已。這個是蘑菇？這麼很多顏色的，好漂亮哦，真的。黃色，因為蘑菇幾乎都是咖啡色那些嘛。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来了会拿这个做那 Instagram 的照片，对不对？ Instagram 超一个 Instagram 的，很多客人拍 Instagram。所以他这边还很雅商细，会把所有的各种不同的蘑菇的都写出来的。对，各种不同的有的蘑菇是对皮肤很好的，就是排毒啊什么的都有。然后季节的野菜，季节的野菜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季节会变，差不多一个月一次要变。哇，那这个我超喜欢。现在日本最季节的青菜、蔬菜，嗯。嗯，这味道我也超喜欢、嗯。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没有，都是素的吗？还是也是有肉的？后面有肉。后面有肉、嗯、，OK OK。你先吃这个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西亚给。西亚给串烧是不是？串对。对对。这是它是炸的。然后那个、哦、那个调味料也是，它上面有加很多那个 sesame 是不是？ sesame 叫什么？芝麻、哦。我连我中文、英文、日文都不行了，我还剩下什么？我什么都不剩，对不对？我只剩了这张嘴能吃而已。对，就是你来吧。嗯，これ一番好きかも。嗯，隠れた一品，もう名品だと思って。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其实，嗯，口感有一点像肉。对。但是它也是蘑菇。
啊、哦，我知道是，难怪我一吃起来有种就是有点怀念感、嗯，因为在台湾其实我偶尔会去吃素，然后吃起来就是台湾叫做素肉，嗯，这个素肉的感觉，然后对 对台湾有很多地方可以吃得到那个素食嘛，对、嗯、对对对对，台湾的素食里面有用这个蘑菇，有的时候当成肉一样，口感跟味道。对，然后它的那个素肉吃起来有点 QQ， 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芝麻的味道，就是点缀，我觉得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好。嗯，再吃一口。嗯，我刚刚就不要讲话，我开始吃就好了，一路吃到。本当にこれね、リピーターが多くて、很多客人都喜欢这个，吃这个。嗯。哎，我觉得它的那个酱吃起来有点淡淡甜甜的味道，然后有一点点辣。但是不会很刺激，所以我觉得对身体还蛮舒服的。嗯，我们来看一下其他。其实素食的朋友也可以过来我们家，因为后面有肉，但是那个肉不吃的话，就变成可以素食的，或者是 vegan 的那种。所以是可以跟就是这边的店员，说啊，我要吃素的就只做素食的餐。可能不要肉的人可以多一点。送给你这个、多点蔬菜的蔬菜一些菇类的菇类、欸，其实这对我来说真的蛮有帮助的，因为我这边很多粉丝其实都会问说，就是然后在东京就是哪边有素食料理这样子，那这家就是一个还不错选择。其实日本的素食比较难找，因为很多日本人喜欢吃肉，很少人素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有就是吃素的朋友他。后来在日本就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吃，对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那时候可以选择我们餐厅，不错不错。哇，我今天没有期待，就是这个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再更好吃，真的。就因为我会觉得说，就是菇类可能会怎么说，就是会有点无聊，但是现在看起来这整个搭配起来，我觉得好像还不错，很精彩。那你先喝这个黑汤、okay. 很单纯的味道， okay. 原味。你要试试看， okay. 然后后来刷这个蘑菇之后会，这个黑汤的味道会变成很浓，哇，越来越浓。OK， 你可以比较一下。好，嗯，大家看的，现在大家吃晚餐了没有？还没有吧，对不对？还没，现在才日本台湾才四点多而已，饿死了，我想，对。台湾的朋友也是可以，希望可以吃得到这个。哇，这味道哇，有种很。舒服的味道，有沙西的味道，我觉得。哦，天堂了，到天堂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很美的味道，对，我怎么说？沙西的味道。那让我们请那个就是小助理吃一吃一下，吃一下。吃一下。没有骗人，没有骗人，真的真的很好吃。这个呢，对，看起来很浓吧？看起来就很强的那种味道，但是你喝起来。哇，这么優しい啊！真的，这是怎么很温柔的味道？从哪边研发出来这个，就做出来这些东西？其实呢，我们的公司没有打算要开餐厅。对，我们是 IT， 我们公司是 IT 为主的。OK，OK、okay, okay.。但是。有一个北京朋友开这个黑菇蘑菇汤的朋友，想要在日本发展，那我就帮忙他，就开日本的餐厅了。对，但是在北京的那个蘑菇汤是比较休闲一点的方式， okay, okay. 不是这样子的套餐。那我觉得，因为日本人比较喜欢的口味跟那个吃的方式，就我们想就是要配合日本的这个市场，就是我们这样子的套餐准备给日本人吃。那对日本人来说，就是日本比较想要吃到，因为刚刚说就适合日本，那你觉得这个餐点是什么比较适合日本呢？餐点？就餐点上面是日本喜欢怎么样的口感，跟华人比较起来的话？哦，可能台湾人很会点菜嘛，比如说火锅，很习惯吃，对，怎么点，肉什么蘑菇青菜什么的都大家都有喜欢的样子嘛，但是日本人可能比较不懂，所以我一定要一个搭配好的套餐、提供给日本客人，这样就不用选了。对对对对，这样子比较轻松。OK， 而且可以整个可以欣赏
全部的菜。哦，了解了。嗯，再看看有没有人有什么言哦。哇，美女，美女介绍美食，好温柔，好温暖的感觉，好幸福。对，我自己讲起来就有点害羞哎。谢谢你们。林善良，林善很善良的，善良的林善良的名字。然后，有人说拍近一点，想看清楚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因为这次是想要介绍多一点给你们看我们的菜，所以可能远一点的。好啊，但是我们可以，不然就稍微调一下，请就是请助理都帮我们。OK， 这边。对，调一下哈，就是。好。你说拍近一点。对，近一点这样子，由上往下这样子。然后再转过来一点点，对对对，哦，这样子大家看到各种不同的，就是很适合 Insta 拍，就是 Insta 拍的菇，就很适合 Instagram 拍摄的菇这样子，对啊。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菇类，啊，半碗拿好了，等一下哈，先转一下哈，对啊 ，OK， 换一下角度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在 OK 这边看起来，你刚刚说有几种菇类啊？十种。十种菇类，对。很多都是超市比较 难买到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超市都买不到的东西。对，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黑锅哈，黑锅。对，然后这个黑锅的，对，黑锅跟黑汤这样子。对啊，哇，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吃的。お野菜です。嗯。そしてこれはあの。味変を楽しめる調味料が入ってます。え、这个应该是你们非常喜欢的豆瓣酱吗？豆瓣酱，这个是豆瓣酱。OK。紫菜酱，紫酱，尼拉，韭菜，对，我们的菜，韭菜酱。对。沙茶酱。これはライムです。哇，ライム，对，哇。然后大家看这些，在日本要吃到其实。这么新鲜的野菜就是也是比较少，因为日本野菜其实还蛮贵，然后看这个就很佛心的直接给你各种不同的野菜，然后以及就是菇类这样子。对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放回去吧。那我们再请我们的等一下，谢谢。なかなかごめんなさい、距離が遠くて見られなくて。後ほどお答えしますので全部好ちょっと、はい、戻しますね、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お、大家看到刚刚那黑汤就整个就めっちゃ長いね、私の。对啊，他说有诶、欸、有杏鲍菇吗？杏鲍菇是什么？杏鲍菇的日文怎么讲？杏鲍菇これは平茸かな？平茸か、あ、それか黒アワビかな。あー、OK OK。そう。まあ、食品の名前って難しいよね、通訳が。本当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のかな、もうキノコしか言えない。反正就是菇吧，就菇，有十几种菇，各种不同菇，好吃的菇这样子。嗯。然后有人说羡慕，然后有人那个善良，很善良的人，他就说祝福生意兴隆，赚大钱。谢谢。然后说这样的食材跟汤头非常，就是我们刚拍的非常非常清楚这样子。然后又有人说锅子非常的漂亮嘛，然后很多人就饿了这样子，这样的菜看起来好吃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再，我们先就是如果大家想再看一下汤头或想再看一下那个食材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帮大家拉近一点。但因为这样调有点不方便啦，所以我们尽量是保持这样子。这个黑汤呢，我们人工永远的半年多一点，半年多一点这样子， okay, okay. 所以可以永远喝得到。大概呢，一个客人来我们店，然后吃一个 course 完整的时候，大概一个人平均2L，2公升，2公升喝完了。这样喝？啊，对。哇。就是不停的喝这样子，搞不好有人把那个就带回家了，装在杯子。一开始我们开店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，可以那带回去吗？这样子，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服务。对对 对。那我就后来我自己做了一些、商品化的。对，商品。哇，这个是在家里可以弄成一个我们的锅子黑汤的一个 kit，五个人份的。对，五食入り、五千四百入り、然后二食入り、
就是吃两次，是不是？对，两个人份的，2160。哇哦，2160元的，所以人前的样子呢。然后我后来，对，因为我很自私，我想自私，对，自私，因为我想每一天想要在家里喝这个黑糖，对，因为很美容的效果很大，对，而且这么好喝，然后每一天想要。这个营养成分想要身体里面进去，对，所以我就开发了这个 stick type。stick type，这个呢，就是加这个 stick 里面的黑糖，嗯、然后加热水泡一下就，你们是马上完成，是粉没有还是什么液体？液体，液体的，就加下去，然后再加热水，对，就可以用喝的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每一天可以喝。那比如说你要减肥，对，肚子小饿的时候，对，不要吃。莫名其妙的东西，スナック菓子とか，对，那样子，然后喝这个对美容健康也很好，对减肥也非常有效。因为蘑菇呢，其实完全没有什么热量，对，所以对减肥的时候也非常有效。那我以后就要穿高跟鞋，然后边喝边跳舞，马上一个月之后就瘦3公斤了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太慢了吧！哦，哇，这边吃可以边学到一些东西。看到这，我其实也是已经有点饿了，这样子。对，对啊。所以你可以开始吃这个蘑菇。Okay、蘑菇。これは大概そこに砂時計のだったっけ？大概放进去你喜欢的蘑菇，什么都可以，全部。十种全部都放也可以，对对对，喜欢全家加下去都可以的。然后这个大概是几分钟啊？这个一次三分钟 ，OK 三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在等待时间大家就可以聊个天啊，对对对，对不错，哇，这真的好漂亮，这光泽。嗯，等一下再拍给大家，对，再拍给大家看。这些菇都是从哪边？就是买来的，在日本的豊洲市场，豊洲市啊，丰州市场，新鲜的，对对对，每一天早上我们工作人员进来一个挑很好的蘑菇，然后提供这里。原来如此，好，那我就先倒数计时，好，然后正下来看一下有没有人回哈，这样拍好好吃哦。嗨，猫摩耶，嗨，然后回去加热真方便。对，然后锅子好美食，锅子好美食材美味好棒，锅子好美食材美味，对对，我的断句断错了，好不好？对对，林善良，不好意思，我断句断错这样子，对对对。那我们就是趁现在在等的时候，顺便问一下，就是那个优美商，就是你去在台湾的时候，就是有喜欢台湾的什么地方吗？我突然整个问题突然一转变这样子。我最喜欢台湾的人，台湾的朋友，我觉得台湾人是非常有情、亲切、人情，情がある。とても優しい，很温柔。比如说我迷路的时候，我就完全不会讲中文，我想去这个地方，那。有的台湾人说，我带你去，因为这里很近啊，我带你去。对对 对，很多人是这样子。哦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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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台湾人很温柔。对啊，就是人情味。我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我觉得可能城市太大了，就是人跟人中间都有点距离这样子。我觉得日本人因为可能比较害羞客气，然后文化不一样，日本人喜欢，不要太。靠近比较，知道你不说也是我知道你的心情这样子，所以我现在就不要太靠近，太远了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台湾的方式了，对，所以这么有人情味的就很喜欢，对，就是你要猜到对方的心情是在想什么，就我刚刚在直播之前就有讲过，我以前有跟日本女生交往过这样子，然后。我都会被骂说我不细心，因为就是我不会，我没办法猜到他想什么，然后直到他生气跟我讲说你都没办法猜到我想法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你跟我讲就好了嘛。很多国外国人交过日本女朋友的人，跟你一模一样的这么说，因为可能日本人喜欢
你不说也我知道。对，空气用的，嗯嗯，看空气，就是你对方有想什么，一定要猜得到。对 对, 对，这个文化比较太严重了。对、嗯，所以不说，不想说 no， 日本人不喜欢的人，活认别人。对，所以呢，有这个文化比较严重，所以外国人来说有一点难。就是在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是这样，就是对对 对, 对，有时候你主管，嗯，你要去读。像我现在在公司也是当主管，那我底下有一些日本人这样子，嗯，然后我其实有时候要去猜他们的心，嗯、他们有到底是生气还是不生气，喜欢也不喜欢，其实我真的猜不到的。真的、嗯，这个太严重了。对，但是还好啦，就是、嗯、你说可以吃了吗？啊，哦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嗯，好，我们可以吃了。好，就来，然后对，有两种酱，嗯。薬膳醤油有三种的中国的酱油，对，跟芝麻酱。OK， 药膳酱油跟芝麻酱这样子。OK， 都是中国进口的。OK， 嗯，我先药膳酱油哈，芝麻酱比较容易吃到，但是想试试看药膳酱油。熱いね、很烫哦，小心一点。好漂亮哦，超漂亮的。哎、欸，它的那个上面的。浮的物质不是很多、欸、就不会就太多那个油、嗯、东西浮在上面，就感觉就是随时都很干净的这个汤。嗯 ，OK， 就是看到。啊，自己就给你。好，要小心。好。嗯嗯嗯。やっぱりいいな。嗯。哦。嗯。太好吃了。嗯。就是大家来日本其实就会吃很多，嗯、像什么烧肉啊，嗯、然后。就是一大堆肉类，什么鸟喙煮啊，就是鸡啊肉啊，你就吃完之后，我觉得吃了好多天都其实身体会有点不舒服嘛。对，其实我工作上真的比较多在外面外食嘛，对，然后有的时候带客人来我们店嘛，那我每一天吃我们的火锅也 OK， 身体很舒服、嗯、啊，还好我没有开那个猪排店什么的，炸鸡什么的。欸、我现在好像、啊、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来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エビのつくね。エビのつくね。嗯，就是虾丸。虾丸对，就是新鲜的虾肉。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嗯、我记得在台湾的，就是火锅店也会有用这个，对对对对，嗯，但是从也是这样直接做，还是他就直接碗子做好、嗯，也是会这样挖出来，也会自己做，也会自己做。我以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就是我以为是整方，后来只要吃到这样一颗一颗这样子。哎、嗯，你是来日本多久了？4年，快10年，快十年了，对对对，差不多跟我在台湾的时间差不多一样， oh, okay. 我也是差不多，嗯，出道我是从日本的唱歌比赛出生，对，嗯，然后我在日本出道，对，我是当歌手，然后后来1999年的时候跟杜德伟，嗯，一起合唱一首歌，叫做 Why， 那这个单曲以来我在台湾出道。那时候完全不会讲中文，嗯，一直在我的旁边有在翻译人帮我翻译，那后来觉得、还是想要直接跟我很喜欢台湾人，对，然后后来觉得很想要跟台湾人沟通，对，所以我自己去学中文，差不多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正式在台湾发展，那后来。我的主持节目《优美的台湾》就开始，之后就越来越工作比较忙，嗯，这样子。你这样主持，在一个国外人在台湾主持，那你是用中文主持的吗？是。哇，那这样应该。是优美的台湾，是因为很多对、很多台湾人访问嘛，访问的时候一定要用中文。那我差不多来台湾2年半的时候，中文。没有很好的时候就开始，对对对，所以每一天学到很多东西。哦，就是应该是说，像我自己也在学日文或我在学英文，那就是像就是优美上的你的中文这么好，你是有没有很好，已经非常好了，可以跟我直播就已经很好，跟我讲话那么快，就你用什么方式去学一个语言？哦，还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在留学生的身份，对对对对，嗯，以前在台湾。
师范大学念书，念中文，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在学校里学中文。对，之后应该是在工作上学到的。比如说拍戏啊，拍戏一定要好好记我的剧本。对，这个每一天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，你也拍一下。哇。你的剧本一定会有进步，试试看，拍戏，对不对？以后就变全部的那个东一走桥一片，全部都变成日本，类似，对。对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就是用有点像是逼自己一定要做就可以做得到。对，所以我在台湾的时间差不多，总共差不多十年的时间，我的生活上全部都是中文。哦。那比如说。那时候我的好朋友在日本人的发展台湾的日本朋友，就是艾莎、麻衣、像麻倩、那些前辈，跟他们聊天的时候用日文，那个时候比较放松。但是外面除了这个以外，一定全部都是我的世界是一定要讲中文的。我觉得语言是环境非常重要。OK，所以如果在台湾想学日文的话，那就可能把自己丢到就是多数是日本的环境试试看，可能是有点困难，但我觉得也可以试试看。那不然呢？你们还是如果想要学日文的朋友，应该要过来日本一下下，比较快一点。或是当一个日文的 YouTuber。对，就是逼自己，就是拍日文的影片这样子，每天写日文的脚本这样子。还有最快的方式就是教日本女孩。对，马上就真的日文进步神速这样子。其实这个最快的方式。对，我们现在好像又有新的东西来了。对，哇，这个真的不得不。这个是三种肉。三种肉。对，不好意思哈，给大家有肉的时候就要看一下，对，可以看一下。其实这个蘑菇汤非常适合跟肉可以。搭配哦，哇，这个肉真的好漂亮。这个是鸡肉，是猪肉，对。然后中间这个是牛肉，哇，这个肉的光哦，我看有人在按赞了，对，哇，这个肉非常非常漂亮，全部都是日本当地的很新鲜的肉，哇，对，就是叫什么和牛，对不对？对，和牛，对。A5 的那种最好的 A5， 对。OK， 平常要吃，谢谢。平常要吃到和牛，其实就已经有点不容易了，然后你又要吃到 A5 的和牛，就真的是不得了。你们过来日本的时候，一定要吃日本的肉。对，尤其是牛肉最好吃的。我觉得还是尝一下日本牛肉。然后就是因为其实日本蛮多烧肉店，但其实肉质也不一定非常好的，所以就是大家。去吃肉的时候，如果有挑看到 A5 的和牛的话，就一定要试试看啦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。好。刚刚的那个虾球，虾球好是不是？试试看哈。真的，我已经流汗了，这个。对，吃火锅真的很会流汗。对啊，但对身体好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流汗。新陈代谢。对。小助理是看到了耳风的，对，等下吃便利商店，吃空冰。很单纯的虾肉。对，但我觉得它，因为有时候吃到就是那种虾球，会觉得它太硬。对，但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种 QQ 的嚼劲。对。其实除了虾肉以外，没有任何的一些。东西，感觉就是非常纯的，很纯的。就像我们刚刚讲，就是我不喜欢加什么人工化学的东西。那这个虾肉就难怪会吃起来那种 QQ 的感觉，就是食材就没有在用的食材没有在骗人了，就非常非常好的食材。我觉得现在的人比较在意，就是对身体健康的问题。我觉得还是单纯的一些美食应该要尝一下，这样子比较好。再来看一下有没有大家的哦，等一下，回去家的工作别太累，请多喝水，多休息，要好好照顾身体。好，是对，没错，对我们两个讲，对，还对助理讲，对，对，这是外景工作，真棒，吃好吃嘛。
他说啊，好开心。他说帅哥有娃娃脸，我有娃娃脸，好年轻，看起来才20岁，年龄真好啊。包伯吗？对，包伯吧，包伯吧，对不对？看起来20岁了。20岁，对对对。然后日本的肉片从不让人失望，对，嗯、哇，这个肉片真的，对吗？对啊。台湾可以吃得到 A5 的牛肉吗？和牛吗？应该还是可以，只会太贵，非常非常的贵。对啊。所以果然日本一定要吃多一点，对吧、啊？真的希望疫情赶快结束，大家可以来就是日本、嗯、就吃一些、超级好吃的食物这样子。嗯嗯。今何分ぐらいですか？现在已经40分钟了。哦、哇哇 哇！时间过得很快哦。那我们要再吃个什么东西呢？吃肉吧。好 ，OK。对啊，还有青菜也可以。OK。对。那个一颗，好可爱哦。对，这个东西。一颗这个。これなんだろう新しい春の。对啊，这是台湾好像。我也不清楚哎，没看过。有没有就是植物学博士？对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只知道看起来很健康的。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呀。对对对。这个辣椒かな。辣椒。辣椒の新芽みたいな、嗯，ちょっと春の。反正就春天吃的东西了，春天吃的健康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就你不来这边就吃不到，所以不用吃到也没关系，嗯、这样子。これはタケノコですね。嗯嗯，竹笋，竹笋。竹笋。嗯。我超爱吃竹笋的。对，那日本很少见。对对对对。我都蛮少见竹笋。台湾的竹笋也很好吃、欸嗯，我很喜欢台湾的那个竹笋加一点美乃滋。对，凉拌竹笋。对，那个好好吃、喔。对对对对对。还有那个什么袋包是不是？袋包。就是不是会竹笋对夹带包带包就是那个凉拌竹笋，然后还有一个像它是带包，就是不是鲍鱼的一个东西、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这样，反正就是这样拿起来最好，对对对，可能我年代不太一样，对，好，这个豆腐也是日本人很少人吃过。哦、你知道像面的那个干丝吗？干丝 OK。你的有吗？我全部拿。啊，我还有，还有。哇，那这边所有的东西，你最喜欢吃哪、哪一个？哪一个最很难选呢、欸？我喜欢还是蘑菇吧。蘑菇。蘑菇的几种都喜欢，就是像这种的。啊，这个。高汤很吸收，然后吃的时候，哇。我刚才吃那个虾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它吸完高汤那个刺激的那个辣辣的感觉，我觉得就真的很棒。嗯、等下就是你可以试试看。我这可能这个也很爱。对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、这超爱的。这个很喜欢、很多客人很喜欢这个。嗯嗯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什么菇类做的，像素肉一样的东西。对，然后上面有那个。其实，在日本很少可以吃到这个。真的。而且，即便可以烧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吃。我觉得，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。然后他说，优美的洋装好美。今天呢，我特别挑的是跟我们的锅子差不多一样的这个蓝色的花洋。好美啊！我看到这个洋装的时候啊。像我们的锅子，应该要买这样子。有员工都穿这件，穿这件上班还不错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它是 Banana Republic， 就是美国品牌的，台湾可以买得到吗？台湾好像有点，台湾现在有 Gap， 但是我不知道 Banana Republic， 因为他们同一个公司，我不知道能不能买得到这样子。对啊，如果有的话，对今年的这个新款，对对对，然后还有说 Peter 说。好久没去日本，非常想念的。对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刚刚有说是无精、就那个辣椒。啊，无精的。哦，所以是跟日文一样嘛？这个字辣椒。呀，这个不一样。哦、然后 Peter 在说干丝。哦，干丝，对对对对，干丝呢。然后晶晶锅说，南部都洋装跟锅子超配的。哦，我们的那个林善良又说了，他说我去过日本东京浅草寺附近的雷门三丁，吃过180年的天妇罗跟海鲜冻，满满的美味食材，超好吃的，大力推荐，机会可以吃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的那个是不是已经烤好了？煮好，煮好。我中文也不行。对。
是板桥出生的，是不是？板桥，对，台北板桥，伊丹巴西。伊丹巴西，蛮好笑。就是我刚刚搬来日本，我第一个地方就是住伊丹巴西，所以我从板桥搬到板桥这样子。真的耶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好笑。对。所以，哎，优美上是哪边出生的？我是日本的话，茨城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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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过一次，几次？对对，离东京差不多一个半钟。对对对对。半个小时左右坐电车，然后台湾的话是台北。OK， 一直住在台北。台北以前最喜欢去哪边玩吗？很多地方哎。比如说日本朋友过来的时候，我带他们去的是，还是第一个要看一下夜市，因为这个只有台湾的文化。对对对。还有钓虾。钓虾 ，OK。这个也日本完全没有，都比较新鲜。日本人都觉得哇，有这种东西，自己钓，然后自己插。哦，真的，对，然后自己烤，非常的好卖，非常的好卖，对对对。对，我也是一开始吓到。对。然后还有去台湾逛逛，就是百货公司一些啊，洗头。台湾洗头你知道吗？洗头，台湾洗头很特别，就是不是洗像的那种沙龙哦，就是比较传统台湾的传统的比较旧一点的那些沙龙可以体验那种，你可以坐起来，然后女生头发很长也没关系，他们很会那个很多形状的泡泡，对对对，泡泡造型。对对对对，我坐着一直这样子扎扎扎扎扎按摩，像按摩，然后肩膀脖子全部都按，那样子很特别，那边人来说。这就我就无法体会，因为我没有头发。我们那边女生觉得哇，有这样子的洗头方式啊，很惊讶。好，那我来试试看这个竹笋。竹笋，日本竹笋，私はラッキョウ食べます。哦。シャキシャキ。我感受到春天的到来。吃起来就非常非常新鲜好吃。怎么了吗？台湾的洗头。叫什么？就是这样子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台湾的洗头。台湾朋友现在还有吗？有洗过在下面加一啊。现在越来越少这样子的洗头方式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日本朋友很惊讶这个洗头方式。一次包多少钱？很有一次不贵啊，差不多200-300块，只是洗头的话。还不错。不知道现在物价有没有涨了？你有洗过吗？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在家里附近去剪头发都会坐着洗头，对对对对。但最近的确都变躺着洗，跟日本现在比较一样。那怎么冲水都不会弄到眼睛哦？冲水怎么冲？冲水去香布袋，对，还是去洗头？洗头袋。啊，只是坐着。坐着帮你香布的时候，就是洗头的时候，就是坐着。OK， 我蛮有趣的。对，比较少，日本完全没有。我看你们说啊，来看一下哦，哇，好多人留言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他说无机是卡布，啊卡布，那是萝卜的一种，不太一样。OK， 卡布卡，然后拍一说太饿了，我决定去煮泡面这样子。太饿了。对。美后说美容院的洗头方式，日本女生很爱，还有按摩之类的。对，我喜欢台湾按摩。我去台湾的时候一定要常去按摩。因为按摩技术也很好，脚底按摩啊，全身按摩啊，很喜欢。然后佐藤说，我喜欢阳明山边看夜景边泡茶。我也喜欢阳明山，还是我带朋友，如果日本客人过来，一定会爬到阳明山，然后看风景，吃一些台湾的那个台湾特色的菜，还有喝茶，好怀念哦！我以前就是大学的时候都会骑机车上阳明山这样子，现在只能去高尾山了，在高山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在高山呢。
然后林善良说，日本人给我的印象客气好，有礼貌，便利商店还会点头敬礼说谢谢，超棒的。哦，对，服务这方面日本非常棒的。对对对，然后 Peter 说日本的竹笋很少见这样子。嗯，然后妹说她有洗过头发，然后加 Rao 说也洗过。对吗？对，然后马慈君说还有哦，只要是找老店这样子。嗯嗯，对。然后妹说，我们家附近的美容院的阿姨都用这种方式洗头的。哦哦，就很好的经验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嗯，日本没有的一些。嗯。他就是优美厂，就是如果到时候疫情结束之后，然后台湾人到东京来玩，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台湾人去的地方呢？现在的东京，可能越来越变。现在涩谷那区也是开发的多，我也没去过的很多，Miyashita Park 的吧，红霞公园。对对对，可能新开的饭店也有很多，可以欣赏那些。嗯，あと何があるかな？ホブ知ってる？我想想看啊，还蛮多的，什么塔克西巴、竹桥。竹枝，那竹枝附近好像也有一些，反正就是很多就是很高很大的建筑啊，就是没有很多不同的餐厅啊、玩的地方啊，所以大家来日本的时候可以来看看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，就这些地方这样子。还是你们过来日本的话，一定要吃日本菜，对，寿司啊，天妇罗啊，对，还有这家，就我家一定对。这样子就台湾吃不到的一些美食一定要吃，結構何でも美味しいよね。米飯、白飯也很好吃，飯团とかラーメン、ラーメン很好吃。我记得日本人是把白饭当主食来吃，我就是说在一个餐点里面白饭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对，而且很特别，我日本人喜欢一边吃饺子、果贴，然后一边吃白饭这样子。我刚当初完全不能接受，就是我在想说为什么？为什么吃这么多米饭？对对对对，就是主食跟主食太重了吧？后来发现还不错，对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就什么都要配米饭这样子。因为日本人来讲，那个饺子是おかず，小菜，小菜，小菜配合白饭的，日本什么都喜欢配白饭的。对对对对。だからね、一定要配白饭。原来如此，那再来看看留言哈。对，日本的白饭真的好好吃。我前一阵去那个新潟，新系，对不对？新潟的お米超美味しいよね。好，直接吃就好了，不用加任何东西吃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哎，对，我们还没买得到吗？台湾应该是可以有买得到，但是很贵。对，超级贵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吃肉看看。OK， 吃肉。你刚说呢 ？A5 的和牛是哪一个？这个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哈，这个 A5 的和牛，是这个油花，这个看起来非常漂亮哈。然后就在这个黑锅下锅，黑锅烂骨呢？对啊，我在台湾以前吃火锅的时候，就先把所有肉都加进去，我没有这种下不这种感觉这样子。有人喜欢一个一个来嘛，就是蘑菇、青菜、最后放肉这些，但是我们是一人一锅，所以你直接第一开始可以放肉，对，不会吵架，不会吵架，不会吵架。那台湾偶尔也是有像那个三妈臭臭锅，也是这样子，就是一人一锅这样子。对，他们通常是那个吃那种臭锅，就是你吃的时候，它好像东西都已经加满了。对，对啊，所以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享受还不错，就是可以聊聊天，然后不会抢锅这样子，对，想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好幸福。哎，这个不要太熟，比较软一点， okay， 谢谢，好吃一点。这要加什么酱比较好？你喜欢的芝麻酱都可以啊，哦，好好，或者盐巴的那一个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而且我加个芝麻酱，加了芝麻酱的A5 和牛，幸福的味道。然后加点对芝麻的淡淡的香味。哦，肉非常有嚼劲，然后又有 juicy 的感觉。然后不会咬不开，
这时候我觉得说住在日本非常好，嗯，就是住日本真的太棒了，嗯，好好吃哦，好吃的感觉哦，它的牛肉不是太油，嗯嗯，赤身が多いんですね，嗯嗯嗯嗯，红肉比较多，红肉比较多，嗯，对，就是，所以有一点弹性，对，嗯，但是比较软，嗯，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猪肉嘛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猪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它的油花，啊，就非常非常的就是漂亮。嗯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猪肉就比较煮比较久一点嘛。对，猪肉比较久。听这个声音真的好好舒服，哦，就是叫什么，嗯，那个火锅的，而且这边的不好，这个是不是有这火锅那个烟啊，也没有很多，嗯，就是让人家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哦烟好多啊，嗯，然后不舒服这样子。嗯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吃火锅也蛮适合让大家就是坐在那边聊天的。对对。对啊。而且冬天很冷的时候也可以穿短袖过来。哦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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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那个火锅的时候。啊，桑拿桑拿。好热，桑拿一样的。当桑拿来用，对不对？桑拿式的，对不对？哇，感觉好像可以吃了。嗯。你在日本最喜欢吃什么呀？我在日本都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。不健康？对。比如说啊，年糕。哦，年糕我蛮喜欢吃，我喜欢吃那个通卡子。通卡子呢？我也信有呢。超好吃。对，炸的那个非常非常那个油那种感觉，嗯，超棒的。对，所以蛮试试看这个比较健康清淡的这个猪肉。嗯。嗯。嗯，哇，好软，嗯，哦，嗯，完全不会腻，真的非常非常好吃。嗯，我这个肉真的是有认真挑选的，感觉就这个肉非常非常的那个认真这样子，嗯，好吃。那我们来这边看看留言啊。他说东京近郊两个小时之内有东京近郊两个小时左右推荐地方哦，两个小时左右。我觉得伊巴拉提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也可以到箱根，箱根可以泡温泉，也可以就跟东京完全不一样的气氛。嗯，那两个小时也是看你要住还当天来回啊。那如果住的话，我觉得在箱根河口湖，嗯，然后往北走的话，就是可以去伊巴拉提那边，观光客户可能会比较少一点这样子。嗯，然后国营那个什么海滨公园，嗯。嗯，对，然后如果你要搭新干线的话，骑两个小时可以去的地方又更多了。对对。到仙台啊。青井泽。对，青井泽。青井泽也好。对对对。嗯，然后到伊冈滩滑雪，嗯，很多很多选择啦。嗯，对，如果冬天过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滑雪玩一下。这个台湾比较不好滑雪嘛，嗯，对，对很少地方。那你在那个日本最喜欢去拜访什么地方，嗯，就是放假的时候。放假的时候，因为我有小孩嘛，而且很皮的两个儿子，那大部分是小朋友为主，小朋友想去哪里滑雪，或者是大概是为了小朋友的 activity 去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哦，有没有什么推荐？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观众，其实还蛮常有带小孩子来日本玩的。嗯，对。那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你推荐的吗？就你自己带小孩会带小孩去的。我们去第一次去尼塞口北海道，这个冬天，对对对对对，尼塞口叫滑雪场，二世谷，二世谷，对对对，嗯，很好哎，我觉得它的那个雪的，嗯，品质非常好，嗯，很软，嗯，你如果我滑雪滑的第一次也是不会很怕。嗯嗯，那在那边有适合小孩子的活动吗？对对，有小孩的教育教室，老师可以跟着他，然后就是一步一步可以教他，所以完全没经验也是不用怕。嗯，而且我记得那边的 hotel 好像都还不错。对，最近那边开发的很厉害，所以很好的餐厅啊，什么很好的酒那个饭店啊都有，所以还蛮。对，其实那个尼塞口那边好像台湾人也蛮喜欢的，然后尤其是现在，其实住在这边的台湾人也还蛮常去那边玩的，就是大家像我们就蛮多朋友，就是放假的时候会揪一团，然后三天两夜就去尼塞口，然后有人在那边好像还会跨年吧，啊，对，就是过新年啊这样子。对对，我也是跨年的时候去过新年，对，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
对呀、啊。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其他哇！今天真的直播大家都在回应哎、欸，就是超出我想象，应该是因为有谢谢有美女吧？我觉得对。通常我自己在那边讲的时候就没有人的了，看人会越来越少，谢谢越来越少这样子。嗯。对啊，然后希望疫情赶快控制住，嗯、能去日本跟日本友人聚聚、嗯、啊！真的，对、啊，大家都这样子。啊、然后张佩玲说：“好久不见。”直播好久不见，对对对嗯，喂，一年没有直播啊，一两年没有直播，我也是，因为那个我有个伙伴韦恩嘛，对、啊、他就是不在的话，就通常也不会直播、哦，嗯嗯，所以刚刚其实直播之前有点紧张，对，啊、是吗？对，以后越来越多一点，我们开直播去道具，就是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地方，对，对我们以后。可能有计划、嗯，好吧，好吧，多一点、啊嗯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就是如果是去像什么 resort 或是 hotel 直播，拍给大家看那个环境、啊，我觉得好像也不错。有人想看吗？想看嘉怡，嘉怡，对对对，让我们有那个机会看到。是，我们直播可以看到环境嘛？就是很多地方，我觉得这样子很有趣，很有趣。那我们其实时间也差不多6点了，大概也要结束。我们在这。还有什么要？哎，我们刚刚有看是甜点，对不对？甜点那个是没有，还没有，这个是面。哦，是面啊，我以为是那个蒙布朗。像蒙布朗的面。哦，好可爱哦，真的。我们在店里面，对，是手工的，所以很 Q。对对对。差不多一分钟半左右就可以完成了。那那个旁边那个内罐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鸡油。鸡油。嗯。是要怎么用的呢？你吃面的时候加一点点，就味道可能比较浓厚、啊、提味的感觉。嗯 ，OK， 那我就来试试看这个。我以为是蒙布朗的那个，对，看起来蒙布朗。对，不是甜点。对，哇，哎，这个真的好好吃哦。嗯。对啊，这不是盖的，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东西走桥，我喜欢吃美食嘛，我到处去吃不同的美食，然后就说真的就是。虽然日本的东西普遍好吃，但也是有很多不好吃的。那我就觉得这一家真的是有符合或者超出我的期待这样子。嗯。怎么了吗？有人留言。哦。说我大家都想看我们那个都加一，大家都想看我们那个去直播开箱那个饭店这样子。那我们安排一下。对，安排一下。以后也是多多一点。对啊，大家应该很久就没有看到东西走桥，就是这么近距离的跟大家聊天，因为现在的影片通常都变成我在背后用那个叫什么说，用配音的方式嘛，嗯，对啊，很久没有拍不同形态的影片了，对对，所以哦，小林的中文还是很好耶，有吗？很好，真的有退步了，真的，今天一开始真的非常紧张，但是观众朋友很温柔，真的超温柔，开始。不会紧张。我们的观众都非常的有爱，对，非常非常好，嗯、对对对。然后柯小芬说：“鲍勃太谦虚，我们也喜欢你，谢谢，我也很喜欢你。”然后大家都加一，接下来想看我们的那个房那个叫什么 hotel resort 的开箱直播，这个一定要做好。嗯、然后小林欧美 IG 直播拍摄很棒，对，对。然后林灿荣说。我希望有机会一定要去北海道的阿寒湖，无边际温泉泡过晚上跟天亮两种不同的感受，好放松，好舒服，100分的幸福。哦，有人好惨，好棒。然后张佩仪说，希望疫情结束，组团去日本找我们啦。对对对，好。然后希望能够有更多日本美食跟景点影片介绍。嗯。然后 Ann 说去日本3次，希望第4次去。然后加一，对，这个火锅壳。然后 Angelique 可能是刚刚比较晚一点来，他说这个。火锅的锅子，对，很华丽。然后我们刚刚说，就是这个火锅不用去一直去调它的火，然后就你大概吃的开始到结束的时候都不用去换火，然后这个整个锅子啊，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。对，那个水分がなくなってきたね。对，没汤了。哇，今天真的聊太开心了，没时间吃，对不对？对，面应该可以吃了。哇，这个面，哇，这颜色好漂亮。淋一点鸡油，哇！再加一点点你喜欢，浓一点的话就加一点。OK， 好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我们现在这整个 course 就是有蔬菜，然后菇类、汤、肉，还有就是，这算是日本的结尾的吃的东西，结束吃的东西。嗯。叫什么？西梅的韭菜。哦。它可以换。
黑丝、黒トリュフ卵かけご飯があります。啊，这个黑松露，黑松露，欸，我日文还不错，吃的东西我都知道。对，卵かけて鸡肉生蛋拌饭，生蛋拌饭，TKG，对对对，卵かけご飯，对 TKG。因为在台湾好像要吃生蛋会比较困难，比较没那么卫生。对对对，可能会有卫生考，但日本就是吃生蛋其实还蛮常见的，所以你可以试试看，就是加生蛋的就是松露饭，试试看这个。这个是我们的黑汤的味道吸收。对，所以可能刚刚才看了会觉得说，黑汤是不是很咸？但是这个黑汤其实非常非常健康，然后它的咸味也不会很浓，所以它吃起来非常的清爽。ため息がよろしいですか？幸福对，非常非常幸福，幸福好好吃哦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哎，啊，来加汤了是不是？对，如果今天没有直播的话，我大概喝三公升。对，我们说话有一点忙。对对，说话有点忙，顾不了这么多。对，他们的菇还剩超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大概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对，那有没有什么？谢谢大家关注。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观众讲的东西吗？以后我希望，可以介绍日本的文化，日本的很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，也是台湾的很好的东西分享给日本，这样子的友好的关系，我希望多多一点做。对，所以希望可以支持我们哦。对，我也可以支持我。对，支持我。支持美女之前，就是之后来要支持我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就非常的，谢谢，好，那我们就谢谢大家，我们终于可以吃东西了，拜拜。